艾丽家孩子。这刀不补了，我这个刀也被他打，没必要。想看戏法吗？艾琳，然后交出来。这波还要转吗？谢谢林的樱花拿铁，谢谢老板的拿铁，谢谢，大气大气，谢谢老板。降速星真不太好，我也没现拳啊。没人能过去啊。说实话，这波可以打。我不知道狮子谷的血量。狮子狗也不刷，这么不要吗？他逼了一波，狐狸也逼了，踢出来了。我准备好可以啊，我眼被盘了。啊，不是吧，一个都没死啊，变成我怎么炸裂了，这林的荧光棒大树好像也交了闪现，不知道狐狸有没有交闪现。
伤害不够，这个时期的鱼呢还是没伤害，最大的鱼也杀不掉。狐狸还有闪，哇，根本打不过。两波团全输了。感觉操作也没什么问题啊，就是打不过，给了狐狸一个闪现。找一下狐狸逼了，都过不来。我操！我以为他有惩戒。一个先锋换两个头。哎，我看他是有惩戒的呀，我看错了吗？看错了。他两个人一起，就和游泳一样。快，我们走。这个这个装备感觉可以秒人，无刃加短臂。这留个眼没白掉了吗？
这个没路灯，如果没伙伴我直播，他们应该是想开龙的。哎呦，我应该直接交闪现呢。我这应该直接交闪现。你不死，剑魔绝对死。漂亮，这不是我的机会。来，绝对好起来。把这个塔一吃。你不走吗？你这么贪，妈的，我怕狮子鬼来杀你啊！我出来我可以的，有个秒表，就杀狮子狗，狮子狗没闪现，很脆的。下路推的线有点，这草我是真不敢进啊，我进容易被切的，我进这草太危险了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他没大呀，不，他有大也没事，我有这个杀戮。小伙伴，秒表，应该不会跳舞。
秒射的果应该秒不掉，现在装备不太行。沉到海底去吧，把线处理了再过来。裂了，不该拍这个眼。升级，是吧？发育不好。我们多拍对面几个眼，就相当于买真眼了。好好好，哦，发育。有钱就带一个，
理一下兵线。好厉害！慢，他被打了。怎么还追啊？他们剑魔这波状态有点好，能打吗？我这个阿兹连风狐狸的后路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直接封狐狸后路，各位。开沙漏，再来个 E。来，夸张跳，这个杀了就勾引狮子狗跳舞。不敢推，我前面能发育一点。这波我都没打算跟他打，武德帮我炸死他，武德没炸死，快点来吧。狐狸没得跑，最大的鲨鱼啊，死不掉好像。我要被这个跳大了，我感觉。我不露头，开大锅了。
Your team has destroyed. 来，然后就到这里，算你厉害。带上我打得很快的，但虾没打着，哦，他就没到吧？一秒。飞一下，飞一下，飞来飞。